텐션. 我穿肩宽出来很多，而且袖子特别长。然而给小王之后，上学时最不喜欢听的话。同学们别慌，这道题讲完再下课。你们的体育老师今天生病了，所以这节课上数学。上学时最喜欢听的话。谁生病了？全部给老师操场集合。抖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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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